大家好，欢迎收听网向快报啊！今日录节目日子系2020年6月17日，呢度有我系新西兰记得台长，仲有社长 Raymond。喂，大家好，澳洲嘅真 BC， 你好，我好，大家好才是真的好啊！马来西亚嘅马来人，喂，各位网友好。大家节目开始前，啱听就俾个 like， 可以就 share 埋朋友啦。最紧要就系订阅我哋频道，同埋揿一揿隔篱个钟仔，有新节目通知你啊！继续拼经济、齐抗疫同反滥筹嘅信息啊，传扬开去啊！好啦，今日啊，讲下呢一个澳洲嘅信息啦。咁啊，有啲咩事源？有啲咩咧？就系澳洲咧有位香港有位仁兄想去澳洲申请个政治庇护，唔知听啲咩人讲啊？原来申请可以去澳洲申请庇护，咁戆居嘅。咁好啦，听咗啲戆居嘅嘢，咁啊自然啊跟咗个戆居，向一个戆居嘅人啊揾佢做搞呢个政治庇护。咁呢条友点咧？收佢啊，即系呢位申请人啊，就俾咗钱对方，然之后嗰个人就唔做嘢，收咗钱就走咗去。即係唔知咪走咗去啦，咁就收咗錢，乜嘢都冇做，就 hold 住咗，就係咁多啦。高三係嘛？嗰個 L 啊，其實咧，大家如果以前有聽我哋舊台咧，就講啊，呢班人我同社長叫咩啊？妄圖生係嘛？呢班妄圖生傻傻地啊，即係極有嘅。最搞笑咧嚇，呢位高生即係呢位佢自己話移民 agent 嚇。以前我知道佢做銀行嘅，我哋其實都有不少於20集節目去講呢班傻 L 嘅。嗱咁讲一讲先，因为网友未必知道点解会叫做芒图生咧，唔系因为佢中意听我哋芒向编辑部，而佢系芒果佬黄毓民嘅徒子徒孙，而系喺澳洲不断供款支持啊，支持呢个芒果佬嘅。咁当然捐得唔多啦，即系芒果佬其实放弃咗佢哋呢班人噶啦，即系佢哋呢班人咧，同欧美唔系同美加嗰班芒果佬嘅徒子徒孙咧，即系付款嘅能力啊，系绝对系好 Q 差嘅。因为呢班仆街咧都系口爽荷包立嘅柒咕碌嚟嘅，非常之立，冇错，非常之系啦，即系有即系阿芒果佬嘅副手去咧，都系啊，哎呀死啦，唔够钱请佢，唔系即系有啲黐饮黐死都啊死啊，即系推嚟推去，你请佢，即系佢请你，你请佢，即系我唔请啊，咁搞笑，系啊，唉，真系呢啲啲题外话啦，咁啊，其实呢位啊号称 cat 主席嘅人咧就。咁佢就嚇，但係好搞笑喎、啊！佢係其實咧，點解我哋以前節目開佢波咧？因為咧，佢就好中意起，好中意啊！人哋拍賣時候啲房屋拍賣 auction 嘅時候咧，就去舉牌嘅，咁就嚇、啊、叫佢啲咩牌啊？F Chinese 之類啊！但係佢自己係、哦、即係佢一啲反華嘅牌啦，係嘛？但係佢係在場唯一一個陪一班白人癲嘅黃種人，咁其實最搞笑咧，咁我哋有個反法西斯網站咧，就有佢名，同埋另一位叫 Kevin 嘅一位啊，又係一個腹肌中嘅腹肌嚟嘅，呢、這個又係銀行嘅啊，咁咧就係、是、啊成日啦，咁就去搞震啦嚇，咁啊上咗榜啦，咁啊呢位仁兄咧最搞笑咧就早上一演啊，成日諷刺啊香港人好蠢嘅，點解唔搞政治庇護咧？點解唔做難民咧？嚇、啊，咁佢就話啦。幫襯我咧。其實最後尾佢就想講呢句話嚇，咁啊最緊要係啦。咁其實咧佢就話：，都唔知幾多大陸客揾我，你啲人食乜啦？都唔識申請難民嘅。係啊，歧視大陸人仲要揾你嘅，好似有啲講唔通喎、啊。這個都係我同社長以前笑過佢邏輯嘅，即係同埋佢哋有。有位啦，另外一位即係佢哋嘅頭啦，一位長好都幾長毛嘅，咁叫做咩獎啦嚇，台長叫咩乜水？我知啊，嗰條友咧就好搞笑嘅，又係傻傻地嘅，即係又係幫嗰啲一個國家黨去助選嘅，即係幫嗰啲極右組織助選嘅，仲成日咧即係最搞笑咧，有次佢俾我陰咗嘅，我打電話去用普通話，佢就有啲好開心啊，即係。哇！即係啊，有人幫我做生意啊！但係咧，佢咧即係喺佢自己嘅唔係應該唔係佢自己，佢好多公開場都話我最憎就係講普通話嘅人。但係我打電話話喂有生意做，哈、啊！多謝你啊，仲保老闆你好啊，老闆啊，係啊，叫你數寶老闆啊，咁樣啊，即係其實即係呢啲人嘅嘴臉，我係好 Q 憎嘅啊！好啦，講到呢度其實就差得好開啦，咁佢。即係嗰個 cat 主席咧，就好似收咗幾多錢啊？收咗1000蚊嚇，
澳幣啊，都澳幣，跟住就咩服務都唔提供。咁咁當然呢個手呢、這個暴徒手足咧，梗係嗰個感覺梗係非常之唔好啦。因為即係大拿拿1000蚊啊嘛，1000蚊可以去即係如果係好似鄭文傑咁北上嘅話，可以去梳服一次噶啦，可以去梳服好多次啦，應該咁講，即係起碼都兩三次啊，應該起碼都兩三次，係啊，因為即係。即係今次呢個係1000蚊係跌錢啊嘛！即係你跌錢係咩心情啊？鄭文傑就會最清楚啦。即係佢想心裏的花，想帶佢回家，點都帶唔到係嘛？帶咗，但係冇服務咁樣。哎呀，仲但係俾人帶咗去羅區喎，後來咁啊，帶佢死啦！咁啊，好啦，呢個咧就跌錢買難受嚇，咁就少咗1000蚊，咁啊，梗係要申訴啦。咁啊，去咗。垃圾場新聞嗰度申訴好似係咪？咪啱咧啲垃圾。係啊，咁啊，咁啊，其實仲有一樣嘢，點解我哋講呢單嘢咧？咁就啱啱嘅新鮮滾熱辣嘅新聞就係、是、ABC 講嘅。咁啊，其實咧由上年11月到而家，已經有62個人嚟咗澳洲申請呢個政治庇護啦。咁但係咧被拒嘅多。咁其實啊，即係最搞笑咧，佢哋咧。是用特區護照申請的嚇，唔係 BNO 嘅咩 ？BNO 係有個 B 字啊嘛，係喎，係 B 國嘅，嗯 ，A 國唔得。哦，係咁啊，攞特區要申請，咁其實真係好難批嘅喎，根本冇乜可能嘅喎，佢冇考慮過，即係完全係點講係信咗啲謠言，以為可以去申請政治庇護係得嘅咁。咁啊，真係所以戇居居走去申請，佢其實唔批俾你已經幫咗你哋噶，係咪啊？萬一批咗你咧，可能仲艱苦啊！去澳洲係咁啊，其實咧最咁啊，大概嚇有一批人被拒啦。咁啊，其實之後咧呢、這個 A、B、C 就放埋咗一位叫湯米嘅人啊，湯米仔啦，係啊，但係唔係嗰位咧，其實佢22歲即係被訪問嗰、那個咁咧。好搞笑地咧，即係其實諗住移民一個講英語國家咧，咁啊冇蘇佢英語水平喎，一全程用廣東話咧，喺接受訪問嘅，咁唔緊要。咁啊，阿湯米仔咧，佢就話：，唉，本嚟咧，我就係一個普通嘅大學生，係讀呢個叫做社會科學系嘅，而家冇辦法啦，咁嘅環境之下，我上年就喺中大同埋理大就有示威啦，咁就1000人被捕，咁佢。當然就係賴咗嘢啦，咁咧最搞笑嘅，哎呀，我啲親戚朋友勸我即刻走啊，咩親戚朋友嚟噶？唔係勸，應該勸佢自首嘅。啊，咁佢就話，咁啊聽咗啲親戚朋友嘅勸告之下咧，就1月份就用呢個旅遊證件嚟咗呢度啦，咁3月份咁就申請嘅政治庇護咯喎，咁之後認為呢個國家有言論自由、民主同埋安全。一定會接受我哋呢啲咁高質、咁高質素嘅香港人。哇！呢句話聽到唔收罪犯嘅喎、哦，即係冇錯啊！咁高質素嘅國家唔收罪犯嘅喎、哦，你要諗清楚喎、哦。即係其實呢句話咧，咁證明咗一樣嘢啊！即係我嘅世界中心論係啱嚇。即係佢講到自己好高質啦，不但止啦，即係話，哎呀呢、這個咁嘅國家，如果講自由民主，點會唔收我哋啊？我哋嚇。啊我哋系叫做同嗰啲思想系相近嘅。O、okay? K， 就凭你呢句话咧，已经证明咗你唔系咯。喂，呢个好笑啊！呢个佢就咪读社会科学噶，佢点知自己做咗、啊、自己呢、這个自己个人咧，就做咗呢个社会科学嘅实验品。做老鼠自己，唉、哎，真系笑到我抽筋啊！嗱，即系咁讲啦，呢啲咁嘅人咧，即系唔单止脑髓未生埋，其实根本对个世界嘅认知咧。是零真的很好笑真的即是其实他们其实、那个 Kate Wood Go 呢其实他那时呢他其实被垃圾场新闻访问的时候他就说哎我不是这个持牌的移民顾问来的那呢、啊、是啊他讲到明白的他讲到明白的摆明白钱的了那又不是那又不是钱他是中介来的他是中介来的那、okay. 他有做中介的中介中介的中介应该说判上判佢因為移民顧問係要有牌嘅，但係移民中介係唔使錢。O K， 係技術上啊唔同噶，大佬。所以就判上判啦，係啦。嗱判上判，咁跟住嗱即係咁樣英文考唔過啊？而家考過冇啊？因為
即係據我所知，佢讀完大學先嚟讀個爛鬼 master 啊，唔好意思，唔好咁講，即係讀個 master 啦嚇。咁之後，因為其實咧，我哋規例就改咗嘅。咁其實咧，如果你豁免呢個英文嘅叫做，如果你想攞個牌咧，豁免英文咧係要由中學開始讀嘅嚇。咁啊，佢呢啲咁嘅大齡留學生，即係當時啦，咁就可能要考個英文試啦，咁可能嗱，即係四個七咁，就可能難啲啦。咁有乜嘢你可以問我啊？我以前都教英文嘅啊。咁咧，其實呢條友仔咧，點解咁出名咧？因為嗱，佢以前有群組嘅，唔知你哋有冇入過啦嚇。咁啊，那個群組咧就好癲嘅一批人，即係基本上都傻傻地嘅睇上去。但係咧賺錢時候咧就無比咁理智嘅啊。頂你個肺！係啊，即係。即系扮癫啦，成班友，如果咁嘅话，或者讲虚伪啦，咁虚伪都得嘅。咁老实讲，咁唔阻你，但系即系其实佢嘅虚伪咧，就成日俾人哋知道佢系咁嘅人喎。啊，咁啊最大镬啦！即系其实大家知啦，其实雪梨做银行嘅人咧，啊或者帮人哋搞房贷嘅，即系早几年咧，基本上你想食啲，即系你想赚多啲钱咧，咁好多人都系讲国语嘅。咁啊，其实吓，咁、你。如果咁嘅話，咁其實你嘅錢係咪等於好肮脏咧？你話佢哋嚟自地獄鬼國，你係咪使緊陰司紙咧？請問係喎，佢依個時候會唔會講揾食運揾食政治運政治啊？可能係啩，可能係啩啊！咁啊，仲有呢位湯米仔咧，佢就話好期待可以攞到呢個 refugee 嘅資格啦，即係叫做難民身份啊！但係我哋都講過，其實咧。澳洲会批个难民身份你嘅，但系你冇得喺澳洲住嘅噃、啊。你会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啦，唔系圣诞岛都系攞澳洲护照，但系最怕拱你去巴布亚新几内亚啦。咁、如果你系咁嘅话，咁你可能仲凄凉过喺你而家住嘅地方喎、啊。咁仲有样嘢咧，咁其实佢话嗱，哦，仲有系阿老超啊，我都浏览咗佢节目啊，呢个伟大超生嘅节目吓。咁、其实佢讲哇，月底啊大镬啦。快手報啊，所以快啲搞移民啦！其實佢想講係咪？快啲報，搞啲跟襯我啦！係啦，所以呢班友仔真係好搞笑，即係而家買嘅恐懼咧，其實咧就令到班人發達嘅，好似啊，即係好似去蔡理老師咁啦，咁其實都嚇，咁、都有人去嘅，咁仲有嗰啲愛沙尼豬啊嗰啲咁嘅嘢啦嚇，嗱咁就愛沙尼啊 ，sorry， 唔好意思啊，即係講錯呢、這個嚇，買。去爱卖咗猪仔，卖去爱沙尼亚系咪咁啊？系啦，咁之后咧，老潮中话：，哇，你知唔知啊？六月底大手报啊，有个人一定俾人捉啦，就系陈太啦。O K， 吓边个陈？以咩罪名？率法嗰个啊？以咩罪名先？率太耐啦。诶，佢话嗱，佢讲啊，以咩罪名啊？唔使罪名啊。唔使罪名啊！佢哋呢啲人講嘢咧，同嗰啲男友好似，即係有啲男友話：，哎，整咗呢個國家安全立法咧，即係可以，即係呢個拉曬你哋啊！可以拉曬你哋啊！總之就係、等你哋唔好亂咁講嘢啊！我要拉曬嗰啲皇親戚啊！真係啊！立咗國法，啲皇親戚就死啦，俾拉曬啦咁樣。嗱、啊，即係你哋有咁嘅思考方法咧，其實就即係。都是为国家添烦添乱，即系我自己好已经系好温和嘅评价噶啦，即系已经唔想插人。嗯，即系你咁样即系咁样谂嘢嘅话咧，即系同一个十三四岁嘅小朋友，我举报你，我同老师举报你，睇你知死未？系咁啊，其实最即係其實而家咁佢咁講啦，點解佢要嗱頭先我哋話佢攞本特區護照申請，佢話唔得啊我1997年之後出世嘅，咁之後佢冇 BNO 啦，係嘛？係啦，係啦，所以我係咁啊，你唔好笑我啊，我係攞呢本嘅啦，點啊咁樣嚇？你吹得我漲咩？唔好吹你唔漲咁有型，係啊！今朝嗰啲湯米仔咧真係好搞笑，佢話西方國家應該。應該有意協助港人的、啊、應該在人道角度提供特別的簽證和政策，讓我們可以在這個國家安居樂業。哇，真是為什麼要益你、啊、即說真的為什麼要因為人道咯，人道咯，人道如果真的靠人道來做這件事的話，那其實一早收曬歐洲，唔係歐洲，其實係非洲嗰啲難民啦。因為非洲仲有咁多難民住喺嗰啲難民營嗰度啊。
仲有敘利亞。你講真，即係你香港嗰個實際情況係咪有係咪有人哋咁衰啊？係咪有非洲咁衰啊？即係非洲已經好多地方係好好啦，但係你其實有仲有好多地方係仲有好多難民，即係利比亞嗰啲地方啊。嗯，走咗过去欧洲咁啊，嗰阵时系咪应该接收晒佢哋咧？如果即系西方系讲到咁伟大嘅话，系咯，咁 Q 人道啊，咁其实全部都系口惠而不实至嘅。我好坦白咁同大家讲，讲就天下无敌嘅，西方永远都系，唉，我哋会照顾呢啲难民嘅咁样，咁啊实际梗系唔会啦，讲下嘅啫。呢个世界就系，记住啊，系讲下嘅啫。系咪有最弊啊？有啲人講下都信啊嘛，講下你就信啦，咁你咪抵死啊！講下你都信，都已經濕曬個地下啫嚇，即係流口水啊！我知，係啊，咁啊最搞笑咧，咁啊記即係 ABC 記者就問內政部啦，咁話喂係咪俾曬你嚟噶？唔係喎，一個 case 唔關我，唔可我點答你？即係佢嘅意思係single case 我哋唔評論嘅，咁即係你自己慢慢等啦，啊即係咁講啦。即係你信望，即係你揾其他移民中介咧，我都覺得你有少少機啊。但係你揾望逃生啊，咁你就應該啊，連巴布亞新幾內亞都去唔到噶啦。嗰一千蚊你就當跌咗算啦嚇。係啊，咁啊，呢啲錢即係唔好咁蠢啊！即係我認為始終都係你香港係遠係非常之安全嘅城市，咁啊亦冇任何咩政治打壓。如果你有犯事嘅，就好快啲啊，自己去即係自首啦。咁啊，如果你覺得你自己冇犯事嘅，咁你咪好乖乖地繼續留喺度咯。咁啊，做翻應該做嘅嘢咯，努力工作，努力讀書，乜都好，就唔好就係投入呢個政治啦。咁啊，好多友仔都係靠呢個政治嚟揾食嘅，就氹你呃你，咁啊以為就氹你俾啲錢攞錢出嚟咁。唉，咁啊。不過睇到嗰啲評論都好搞笑，佢話：哎呀，我哋。好咩噶？我哋同佢哋唔同噶。嗰啲住巴布亞新幾內亞嗰啲叫 boatman， 即係船人啦，係嘛？寫出嚟。Boat people 啦，係咁啊，船人嗱，我跟住佢讀嘅咋，其實嚇咁啊，其實咧咁佢就話：我哋點同我哋高級啲？哇，係你有咩高級啊？你冇咁戇鳩，我狗啦，真係真係，我今日忍唔到，因為呢班友太戇居啦，以為自己高級啊，即係以為自己高級過人啊嘛。咁其實我見到佢哋咁撲街咧，我係好開心。即係其實要唱翻首歌係賀下佢嘅。好啦，好好啊，不過咧都係唔想唱啦，即係計啊！點解唔想唱？得我唱又係好唔開心噶嘛，要阿馬來近陪我唱至得噶嘛，係嘛？咁嚟啦！齊鼓掌，高聲放今晚開心唱，請鼓掌。齊鼓掌，高聲唱今晚開心唱，請欣賞。熱鬧情調，熱情又放亮，日日陶醉熱情共雙雙對對共欣賞。熱烈的彈琴，熱力地唱，歌聲多奔放，個個喜氣洋洋。飲多杯祝你個個都開心歡唱，喜氣洋洋，洋日四方。好，真系开心。好啦，玩完啦，咁啦，拜拜，拜拜，拜拜。